好，换个姿势，三二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你觉得我们两个会不会分开呀、啊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觉得我们两个会不会分开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你厌烦我们的感情了？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我厌烦了呢？没有厌烦，你问这问题干嘛？网上说的呀，有些恋爱注定就是没有结果的呀。网上说你都信？不信啊，这不就来问你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再问你，你觉得恋爱的初衷是为了什么？开心呀、啊。那你现在不开心吗？那你感情到了后期，肯定不能只考虑开不开心啊，你考虑很多因素啊，什么健康啊、经济条件啊、适不适合啊，你怎么能只看开心呢、啊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判断这是不是一个有恋爱的有结果的恋爱，还得提前去了解这些前置因素喽。那个消息有什么区别吗？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恋爱才有结果呢？我觉得哈，如果你只在意这个恋爱开不开心的话，那我觉得这有没有结果，好像并不是很重要吧？你说的。